Will you hold the line when every one of them is giving up and giving in? Tell me, in this house of mine, nothing ever comes without a consequence of cost. Tell me, will the stars align? Will heaven step in? Will it save us from our sin? Will it? 'Cause this house of mine stands strong. That's the price you pay. Leave behind your heart. In the past, knowing we are the youth, caught until the peace out of world without the peace, facing a bit of truth. Truth. That's the price you pay.这首歌，说难不难，它很入门的一首歌。但是我们如果在做打击上，我们不会只有一点点的变化，其实是蛮枯燥乏味的。这首歌就是唱那个 Believer 的那个主唱，那个 Imagine Dragon 吧，哦，他们的歌叫做 Nature。哦，你看啊，比方说像是，我们在前面这个地方有非常长的一大段，在前面这一段。这一大段，哦，很长，我们可以加一些元素进去，比方说 ride 的声音或是 hi hat 的声音，哦，其实可以加这些元素进去，哦，那当然不要加一加二十小节过去了，然后不知道要进歌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要大家要注意一下，进歌的地方还是要准确一点。那过门我通常在谱上我是不太会去做原来的过门的，这个可以参考看看，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也没有做完完全全的是一样的，就是我会有一点元素，但不要太 over， 其实都不为过，除非是要跟团去做表演，那可能要一个模一个样下去打会比较好精准，然后该停的地方呢，在这首歌就是要停，然后再来就是我还是一句话，比方说像这种节奏的打法，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不一定要照原来的节奏的打法下去做啊，可以做很多不一样的，16分音符也可以啊，大鼓固定的大鼓，比方说咚哒咚吱吱哒，咚哒咚吱吱哒，但你可以做一些元素进去，但有时候不要太多，如果你像是 for 舞台表演的话。
就是你个人表演的话，或者比赛的话，你可以把一些元素加到满，因为那个是比赛个别的或是表演。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跟 band 的话，可能要一样，因为你加多了反而会是反效果哦，反而观众也未必能够会可能会觉得鼓手在干嘛哦。那停八个小节这边可以做很多元素哦。好，这边呢可以做一些延音的八哦，然后再来就是过门的地方一样，好，可以做一些自己的元素。在这首歌里面我刚刚也是这样去做呈现的哦，但我们在做 cover 还是要准确啦哦。好，我是人文音乐小青老师，感谢各位收看。